快点吧，十号他爸已经到村口了。我穿上衣裳中不中？中，好看得很。我看着些帅。哎，我头盆吗？你这头还用盆呀？盆盆精神呢。走，吃吧。是吧？过来啊！啊，好嘞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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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枕头东西啊？没事，我随便拿来点，来了吧？行了，哎，这不回家洗了，走，走，走吧，走。哎，好。哎，我给大门开开哈。呀，没事。你有点早了。来来来，过来，我领走。来，走走走，好，来吧。走，哎，好，开走了，好，走走，行行，走来走走走，哎，等你坐里头，你坐里头。哎呀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好，哎，谢谢，哎，行行，给你们二哥，哎，这中，好，中，好，嗯，好嘞，热不热？先开空调是吧？嗯，差不多，可以开空调，开空调。哥，现在这个最近你身体不错吧？哎，身体不错，嗯，行，这身体好了，这好好。我这人家平常都叫我五二哥，那没事，平常。俺这都喊我俺平头哥，啊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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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，你喝点茶，走，好，刚才来的时候见这个玉米都熟了，咱这边玉米熟了没有？没有了，哎，还没熟，哎，这是第二年了，又熟点了。今年雨水反正有点大，啊，雨水大些，哎，咱俩有时候俺跟那小南他那个二姑也都是邻居，啊，离得不远啊，哎，离得不远。也都是邻居，反正有时候也经常见面，是的，嗯，都挺熟的，出门经常见，嗯，经常见面都挺熟的，你看，嗯，喝点水吧，嗯，这也没第一次来，也这有咱家里这理解了啥，反正也不懂了，第一次来，来这儿跟咱家谁呀？中中，好，嗯，喝水，嗯。不知道他家亮亮大眼了，让他家溜达。我刚才从那儿过，听他家说了，还快好了。刚才有点拘谨，现在估计好多了。对。不错，走，瞪着眼在那看我了，这个他不能戳他，一戳他光哥也是他爸。下来，下来。这咱还有几亩地啊？咱家？掉五亩地了。五亩地啊？哎，也不少呢。那五亩给我这儿啊？你说那过去要是不给他的话，有十来亩地了。十来亩地，那有点太多了都。不过现在还好，反正基本上都是收割机了或者啥。找收割机。可以。要搁过去那都不中。搁过去啊，搁过去真干不了。干不了了都。还上着班了？不上了，退休了。退休了，这现在来家也没啥事儿。来外边经常还来外边跑跑。还能干着呢，来外边。我反正经常起来好搁地里跑。先给这个十斤重的大公鸡炖上，再做几个小菜。是好，今天我做十个菜。太多了，吃不了了。不是，都是说得十个、十二个，十全十美。简单吃点就行了。第一次来，我得多做点。家常便饭都行了，我爸没那么讲究，主要忍着闷儿，以后方便常带。
然后来了还得叫你帮我做饭。帮你自己做这么多菜，太累了。这个到时候叫十号过来，哎，他面行，到时候赖老爷子多干点，这是必须得到时候过来啊。嗯，弄土肉活他也没干过，反正套里肉活觉得好像人不碍事。开土肉机要难嘞。说实在的，你看小奶小妮儿也些优秀啊，你不知道？哎，这真不错，培养了一个真好个闺女。哎呀，有他我上这个来。说的那样玩意儿幸福了。说实在的呀，等到小奶奶家绝对不会叫孩子受屈嘞，真的已经放心了。哎，这儿子这天也不早了，俺回去吧，上有机会再过来。中中快去，嗯，过去吧。那咱们有事儿，先走，你也去家玩去，到时候啊，好，走，然后咱先过去。给你准备了礼物给叔叔阿姨拿走。对了，我那我就拿走吧。我就是准备给你，别拿了，给你开脑筋拿走了。这呀，回头专门开个大来。不拿了，这个有设计了，那真不拿了，不拿了，不拿了。说你养着吧，真不拿了，看着还不错的，养着吧。不拿，还放着养着吧。不拿，不拿，你干啥呢？哎，不拿，给人放里吧。不能了，不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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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好了，不点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真不用，真不用，你不用，别傻啊，哎，点点，行吧，行吧，那我就拿我这，拿住吧，叔，不用，不用，拿住吧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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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叫我也不说，让他叫恁咱做个，等有机会了，有机会说，那现在。哎，我看你今天不紧张呀？我看着那个平头哥比我紧张了。